每天丢你们一句鱼，当天丢你们的嘿尿能沟，形容女生是可爱憨憨的猪猪女孩，直接实战教学。走啊，去海边啊，你看这外边天多好啊。不去，太阳太晒了。咱都来海南了，不能天天排排在宾馆里吃外卖吧。那外面多热呀，出去还得化妆，很容易出长闭口的。怕啥呀，我给你准备 HFP 果酸水了，只要湿敷一下立马皮肤滑溜溜。那上脸还挺舒服的。当然了，这是很温和的乳糖酸，它不仅容量大，而且细嫩皮肤，温和补水，特别适合我们这种熬夜爱长黑头闭口的。一周敷三次，皮肤又嫩又亮。你看这里边的精华像不像发光星空？发光星空？你咋不海底星空呢？你看这敷个10分钟，是不皮肤又滑又嫩？那这些小颗粒都下去了，皮肤都变亮了，这样的好东西我也多囤两瓶。赶紧换衣服化妆吧，一会儿带你去看海底星空。啊，跟你开玩笑的，不去。怎么样，哎呀，真好看呐，是吧？穿啥都那么好看，可不，跟钢钩似的。哪边有钢钩啊？边个教你噶？钢钩。总钢？你别逼我在外省打你啊！不是，不是钢钩，是总钢。我告诉你啊，钢，你准备？钢钩。抖音。